Let's play.刚刚你玩过这个游戏之后的感想有什么？对这个游戏，然后它的画面的设定这些都做得非常逼真，然后还可以跟很多好友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别笑了哈。对这个游戏，它设定就非常逼真，然后以击球点跟 timing。抓实时机都真的很真实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跟很多好友这样一起玩这游戏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的。那你觉得啊，这个游戏跟你真实去打棒球有什么样的差异？这个游戏只要专注在打击跟投球这样子，然后。上垒之后跑垒守备这些都交给电脑去操控，我觉得蛮轻松的。真实上的打击是非常难，可是真的玩这游戏之后，终于体会到这游戏的难度，可是会让你更想去玩这个游戏关卡这样子，让你去玩，我觉得很有趣。那你这次啊代言这样子的一个产品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没想到台湾也可以做出这种逼人的游戏。哦，不管是我们打棒球的，还有对棒球有兴趣的朋友们，然后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“球来就打”这个游戏，然后也可以让很多朋友知道我们棒球的乐趣在哪里。我是杨代刚，响应“球来就打”。